2号在高雄市立国际游泳池进行全大运一般女子组400公尺自由式接力决赛，台师大选手刘杨秀琴表期盼力拼最好佳绩，把握大专杯最后参赛机会，但赛事结果以第8名作收。今天的状态其实全队都还不错，因为我们男生女生也都有进决赛，因为要升大四就会比较忙，所以应该不会再比赛了这样子。另外，在公开男子组游泳1500公尺自由式计时决赛，东华大学黄国廷不负众望滚拿金杯，慈济大学泰鲁阁组选手钟卫永杰则以16分47秒97获得第3名。他表示，游到后面体力下降，打乱配速节奏。我觉得上大学之后，我学业压力变比较大，那我会需要更多时间去加强自己的体力，要跟以前比起来是降比较多。那我觉得回去可以再好好练一下，这样子。对。钟卫永杰表示，去年代表东华大学出赛，仅排第5。今年因科系兴趣降转到慈济大学就读，经过一般训练后，终于挤进前3名。未来会再加强体力训练。原视新闻胡顺布拉瑞昂高雄林。